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三哥，我现在是在自贡牛河古镇我们的家里。今天是除夕，是农历腊月三十，是赶场。现在我们去赶场。妈，你好早就起的了。哦，我妈妈一般七点左右就起床了，特别的勤快。你那勤快咋子，妈妈呀？不勤快，不早点起来等我啊，要煮饭，煮饭吃。哦，要煮饭，要给孙孙啊儿啊这些煮饭，孙儿孙女哈。你辛苦了大半辈子，辛苦了妈妈。不辛苦不辛苦，我盼着我儿，老子你就请你两点钟就起来。好，谢谢妈妈，你辛苦了。辛苦了，不辛苦两个都得起呢。啊，要得。两点钟我就起。好，我都赶上去干场哈。你还去干场？要得，好，我走了。老妈太勤快了，又种菜又喂这些副业啊。老妈养些鸡啊、鸭子啊、腿儿啊这些。幸好我们这里有个大院子，要不然哪里有地方养呢？太勤快了，我的老妈。啊，我下去了。今天过年啊，看一下街上已经没有多少人了。大家都在家里准备过年了。